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80页，880页。第一行看起，课题对贤尽会解决，对，就是下面所说的尽会，这两边贤是这两边啊，净土跟秽土。劝告大众，先说戒，戒里面第一个是劝，32品到34品，从32到37是我们净宗学会成立的时候，选这段经文呢作为晚课，早课读诵的是第6品发大誓愿，晚课读诵呢就是这一段，从这个地方开始，这一段是讲戒律，也就是祖师大德们常常提倡的持戒念佛，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基本的德行不能有，这一段呢是我们修净土最低的德行的要求，内容是五戒十善，说得很详细，很能够警惕我们，勉励我们。那么介绍无量寿经，如果不讲全经，可以讲这一段。第六品也能够独立的讲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一段往生需要具备什么些条件？这个地方详细说明。纲领呢？前面我们读过24、25这两品，三辈往生，往生正印，这两品是讲大纲，这个32到37是细数，品题受乐无极第32，念老有个很简单的题解，本品名极乐世界，受乐无极，寿命长，快乐无比，首先彼土会众殊胜，一开头说明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非常殊胜，劝欲清净，劝勉小欲，大众应当要发心清净，清净阿弥陀佛，即民国土微妙，劝欲往生，
啊，这个是这一品的大意。现在请看经文，表义正确，表示以报正报，来劝勉大众。啊，这第一段，智德无量，佛告弥勒菩萨：诸天人等无量寿苦，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。诸天人等是说同居土，声闻是方便土，菩萨是十报土，极乐世界的三土，啊，皆是阿惟越智菩萨，所以他们的功德智慧说不尽。啊，我们请看注解，佛告弥勒，从这一品开始，弥勒菩萨最为当机。啊，这部经前面是阿难当机，到这个地方换了弥勒菩萨。啊，阿难呢次之。第四十六品，佛告弥勒，啊，这是后面的，说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复属汝等作大守护。这一句话是释迦牟尼佛的遗嘱，啊，特别嘱咐的就是这桩事情。啊，我释迦牟尼佛自称，啊，我今天如理宣说，如是广大微妙法门，就是大乘无量寿经。啊，佛说这个法门不是说一次，多次宣说。啊，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这一句话重要啊，显示这个法门无比殊胜。如果不殊胜，哪有那么多诸佛赞叹？啊，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赞叹的，可见得一切诸佛讲经教学，这个经这个法门是第一了，无比殊胜呢。这个法门除非遇不到，遇到了就是成佛的机缘成熟了，也就是成佛的机会。啊，问题呢？我们能不能掌握住？啊，能掌握，能认识，这种智慧福德，可以说都是圆满的。啊，有智慧，你认识它，你能够掌握到它。有福德呢，你真正肯相信，肯发心求生，这是你的福报。啊，智慧跟福报都没有比拟，没有大智慧大福报，遇到了等于没遇到。这种人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我们看到的，为什么
智慧福德不够啊，甚至智慧浅薄的人，没有福报的人，遇到了还要回报。啊，还要糟蹋。啊，连一点福报都没有啊。啊，佛在经上如此的郑重咐嘱弥勒菩萨。啊，交代他们做大守护。守护就是护法了。这个护法就是护持这部经典，这个法门。啊，怎么护？依教修行，做出榜样。啊，像佛一样，多次的宣讲。劝导众生，这个守护就落实了。那么现在是世尊末法时期，一切众生智慧根性都比不上前人，不要说太久啊，60年前我们上一代的人我们都比不上他，也就是说他们比我们有智慧，比我们有福德。从什么地方看？他比我们老实，比我们听话。纵然不认真不好好的学，还贪图名闻利养，他不回报啊，他口里头还赞叹啊，自己做不到他劝别人啊，这就是比我们这一代殊胜的地方。他们那一代如果再往上面去比啊，在60年前他又赶不上上那一代。为什么？那一代真修人多。啊，那一代对于名闻利养贪念的这个念头少。啊，谦虚的多，傲慢的少。啊，对，一代一代往上看呢、啊。我们跟别人差距很大了啊！我跟方东人先生学哲学，我跟诸位做报告啊。如果在100年前呢，我这种程度，方先生不要啊，不够格啊。中国事出事法都从真诚恭敬心中学，那真诚恭敬心不够啊！啊，我跟诸位报告讲是真话，我对于佛经、对于传统文化、对于老师的恭敬心顶多是30分，不及格啊！200年前的人至少60-70分呢、啊，那才及格，老师才教你，30分不教你啊？为什么我有这么一点点，老师就教我？啊，因为看现前的社会，啊，他们学校里的学生，
能够有三分恭敬心就不错了，那我这三十分呢，超过他们十倍呀。啊，那现在这又过了六十年了，一分沉浸心都没有了。啊，全学外国人啊，上课的时候学生把两只腿架在脚上，啊，躺在那里听课。啊，电影上你们都可以看到啊。一点恭敬心都没有了，以前哪有这种道理啊？你坐的姿势不正，老师都不讲话了啊！现在做不到了，所以有个十分二十分的恭敬心呢，不错了，老师就把你当宝贝了啊，原因是什么？没人教了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相信人心本善。没人教，他到哪里去学？啊，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，不能不明了。啊，我们想想自己要怎么个学法，恭敬心、真诚心从哪里生出来？有一个方法，祖师说的，我们要相信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会把恭敬心念出来，会把真诚心念出来。为什么？真诚恭敬是自信的本有的，是心得，并没有失掉，只是现在有障碍。障碍是烦恼、业障，业障就是造作种种不善啊，这是习性啊，习性障碍了本性。啊，那我们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最简单的说法，欧耶大师，我真相信，我真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两个真就是真心。欧耶大师告诉我们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。啊，用这个心去念佛，落实在一向专念。啊，你一生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不杂不乱。啊，念久了，不必多久，念半年，真诚恭敬就冒出来了。念上三年。你的真诚恭敬就相当可观了。古人的话我们要相信，认真去做决定有效果注解下面是念老的话，故知弥勒菩萨当来下生，他进来到这个世界，事先成佛，必定遵守佛的咐嘱，宣言不减。宣是宣书，言是做出来给我们看，表演。啊，有宣没有言，人家不相信啊。啊，特别是现在的人。
啊，说什么他都怀疑，要做出来给他看。我们看下面这一段经文，信心微妙，这是说医保啊，他们居住的环境、修学的环境，又其国土微妙暗露，清净若此啊！注解里的是微妙暗露清净，慧疏曰：庄严超绝，故云微妙啊！庄严，我们现在说美好，美好到基础啊！那慧疏啊，庄严超绝啊，超是超过，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啊！你在极乐世界看到的环境，十方世界国土里头都比他逊色，都比不上他啊！所以称微妙啊，无有苦恼，故云安乐啊。安是平安，乐是快乐，那个地方没有苦。我们这个地方三苦八苦，极乐世界没有啊，没有烦恼啊。我们这个世界佛在经上唱的四大类烦恼，那边没有，五阴没有啊，烦恼没有，生死没有，没生死啊，也没有天魔外道啊，所以在那里修行一帆风顺啊。所以安乐啊，无漏相实相相，那个地方你所见到的色相，也就是我们五根对的境界，此地叫六尘，六根对的境界，色身香味触法叫六尘。为什么它染污它起作用呢？就是造业啊，业有善业有恶业，恶业染污，善业也染污啊。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，没有染净，这真清净的啊。要有净这个念头已经不净了，有善的念头啊已经不善，这个意思很深，我们应该能体会什么叫净，什么叫善，真正一尘不染才叫净，才叫善。所以那边是实相，那边是无漏相，
这就说明极乐世界往生这些人，他们受的身叫法性身，法性身就是无漏身，就是真如实相啊，所以说清净的。下面念老解释，盖为极乐一切思想，皆是无漏的妙想呢。又是相，无相。我们常说自信、发心、真心，它是无相的，它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啊，起心动念它没有这种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叫无相啊，啊，是相无相的。但是遇到缘呢，它又能吸引一切相。所以说，色相无不相。无不相的是它遇缘现象。虽现的这一切相，不是真的。所以般若经上佛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它能现什么相呢？能现物质现象，能现精神现象，能现自然现象，它什么都能现。但是这些现象全是假的。啊，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说一切法，就是此地讲的一切相、一切思想，就是一切法。啊，一切事相的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是事实真相啊。于是真空就是自性，妙有就是十法界，两边都不能执着。两边都要放下，啊，放不下空，着空了，那是什么人呢？小乘、阿罗汉跟辟支佛，他们住在偏真涅槃，就是住在无相的境界里头。这不是个好事，他没见性，他迷了，着空了，六道凡夫着有，那以为这无不相是真有，住在这个地方，住在真有上呢，他就起了妄念，他想占有，啊，据为己有，想控制，想支配，这就发生了情执。这些念头都叫做情，坚固之主。这产生什么后果呢？就是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，所以我们对于无不相的这些相不执着了，不分别了，一切放下，一切随缘啊，什么都好，六道轮回很容易解脱，就离开了。
念佛往生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啊，往生不需要人助念呢。万事万缘真正放得下了，一定把这个世界看破，这个世界就是无相无不相啊，无相是把实相的体看破了，无不相呢是把实相的作用看破了，两边都放下啊，故所显一切皆实相。你在极乐世界看到了，阿弥陀佛如是，诸大菩萨如是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如是，所以感得一切诸佛赞叹。啊，这个无漏相实相相真清净啊。啊，这个清净是清净的自信显出来了。啊，就像慧能大师开悟他所说的，何其自信呢，本自清净。见到了，下面这一句经文是佛劝我们要修啊！啊，经文只有两句：何不立为善，念道之自然。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劝我们了，为什么不努力修善？啊，这个善是什么意思呢？最精确的意思，劝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那极乐世界多好。啊，心愿啊，愿生持名念佛就是最善，善中之善，没有任何的善能跟他相比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。那些一天到晚念佛的阿公阿婆，他们不得了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一个杂念没有，一个妄念没有啊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也不想知道，你跟他讲什么他都是笑面对着你，佛号一句一句不断啊，就这样对着对着你，他不受你的干扰，你来给他报消息好的坏的他都不理，他就一句佛号啊，这种人是百分之百的接受佛这个渠道，他努力为善，不但努力为善呢，还念道之自然。注解里头说得好啊，又断这一段就两句话：双表彼国身中即刹土。啊，前面这一句。这一句是医报，这两句是讲正报，劝于
往生啊。啊，何不立为善，念道之之自然是全往生。净言疏曰：“何不立？立为善求生。啊，立是努力，立是勉励，努力勉励自己，为善求生。这个叫离为善。”念道之者，自然往生。明念自然也。啊，自然往生啊，一丝毫都没有勉强。这两句话了，是念佛往生的秘诀。怎么能往生？这两句话就够了。努力为善，就是努力去念佛。念到功夫成片，自然往生。功夫成片不难，每一个凡夫都可以做得到。啊，为我们做出榜样，做出示范的，就是那些阿公阿婆。一般人瞧不起，没有重视他们，他们就是这两句经上所说的人，决定往生。不但决定往生，往生的品位之高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为什么他们用真心念佛？我们今天用妄心，妄心有分别有执着，真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，所以外面一切的境缘不能妨碍他啊！为什么他们有接受？他所接受的就是这两句话：我要努力念佛求生净土。他就这么一个念头，一念无二念。啊，这些人是真正修行人呐、啊，这些人所在之地，我们明白人，通达一点教理的人，见到这些人要顶礼，要恭敬，要供养啊。为什么？这种人是真正大佛的。啊，三种福田都集着他一身，恩田、功德田、悲田。啊，我们遇到了有福田的人呢，要在他那种福。啊，这种人出现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遭难。
他的功德的光圈照耀这个地方啊！啊，现在人叫磁场啊，他的磁场能够化解这个地区的灾难。我们为什么不学呢？为什么不干呢？啊，怎么个干法？怎么学法？放下外面，一心专念，你就做到了。啊，问题是万缘放不下，你要晓得。万缘放不下是你严重的业障，它障碍你念佛，障碍你往生。啊，你想超越轮回，它又把你拉回来了。你都要认识它了，它是你的冤亲债主。啊，对冤亲债主过分亲热了，就完了。啊，这一生呢，不要来了。一舍人生，万劫难复啊！这话是不是讲的过分？我觉得不过分。啊，这句话说明是人生难得，真难得了。不要以为得人生很容易，不容易。我们这次得人生，万劫当中碰到一次。你是要不珍惜，那多可惜啊。啊，珍惜就我遇到了，我明白了，我的真感。一部《无量寿经》这两句话听懂了，实在说已经就够了。在今天这个乱世，你还想些什么？啊，起心动念就是妄想，这些妄想全都落空。所以，你为什么不念佛？为什么不求往生？啊，为什么天天还干傻事？我们接着看下面，有会疏于何不这两个字是极劝之词，极通而已。而已在下面。何不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为什么不肯？这种意思。啊，为什么不肯努力为善？这为善可以行善，为什么不努力行善？什么是善？念佛是善。事出世间善事，没有比念佛更善。念佛第一善，为什么？念佛能往生，
念佛能亲近阿弥陀佛，念佛一定成佛。你看，你干别的善，这三种事情不相关。啊，只有念佛能够得这三桩好事。这三桩好事我们就全都解决了。往生净土，过好日子啊。啊，你再没有苦受了。亲近弥陀这个好老师，保证你一生成佛。那最后在老师那里学习真成佛了，成佛跟老师一样，啊，成的是什么佛了？阿弥陀佛。那决定跟他一样啊。你说还有哪个善能跟他相比？啊，极力劝勉之话的话了，啊，他同两个意思。善有两种，第一种称名念佛是名善本，啊，这是善的根本，就念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念阿弥陀佛都行。第二呢，广行诸善，回向得生，啊，这是善两个意思。啊，广行诸善，就是十善、六护、六度、普贤十愿。啊，这个我们都记得很熟啊，完全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。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弥陀弟子不能欠缺。身口意三业了，都要与这个善相应了。啊，我们这个四颗就具足了诸善。啊，十善六护，六度十愿，啊，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上所干的，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六波罗蜜。啊，早晨起来烧饭，烧早饭，修什么？修布施波罗蜜。啊，供养一家人呢、啊，对他们修布施啊。啊，如果是佛弟子，啊，能够拿一点米饭，在门口做施食，还供养鬼神，名扬两利。啊，每一天依照佛的教诲去做，那就是持戒。啊，很有耐心去做，认真负责的去做，就是忍辱啊。希望东西越做越好，家人每个人欢喜精进啊。那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心是定的，不杂不乱，禅定波罗蜜。
啊，智慧就在其中啊。你看六度啊，在家事里头六波罗蜜圆满。那你要是上班工作的时候，工作里头六波罗蜜圆满，十善圆满，六度圆满，六合圆满，十愿圆满，你一天到晚都在行菩萨道啊。无论是家庭啊，无论是公司行号啊，啊，干哪一个行业都行啊，全都是行菩萨道啊。啊，没有一处不是道场啊。啊，道场就是行道之处啊。啊，起心动念通通是行道之处。这个多有意思，这多么美好，把这个功德回向净土。我做这些功德，我什么都不求，我就求极乐世界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回向得生，念呢也同两种，念为能念，啊，道呢是所念，啊，道也有两种。第一种啊，弥陀本愿，是名他力大道。啊，净土这个法门是他力法门，完全靠他了。八万四千法门是自力法门，靠自己，靠自己断烦恼消业障，才能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。这个不靠自己，自己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能力断烦恼，也没有能力消业障。啊，稳稳当当守住十善六合、六度十愿，这就是持戒不乱。啊，这个不能缺少。啊，一定要把它变成我们的心行为。啊，变成我们的理念，变成我们的行为。啊，道是所念。你看到第一个阿弥陀佛四十愿，这是他力啊，不是我们自力修成的，阿弥陀佛修成的，我们走他的路。我们跟着他这个方向啊，向他学习，他带着我们走。你看，一超之入，故名自然。谚语所谓“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”。啊，我只这一条路走到底。将来自自然然到达了，要认真，要非常努力，真正不求人啊，全心全力投靠阿弥陀佛，我们靠定了啊，将来往生的时候不生病。那个相不好啊！我们要发愿，我们走的时候佛来戒严，站着走，坐着走啊，不要躺在那走。能做得到吗？做得到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心里所想的，阿弥陀佛决定能满我们的愿。
啊，我们所看到的，我常常提出来勉励我们同学，也勉励自己。郭将站着说的，啊，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站着说的。哈尔滨极乐寺修无法师坐着走的，没生病啊。洛杉矶有一位老太太念佛也是坐着走的，都是预知事。他们走的时候没告诉人，没人知道啊。你看修无师走的都潇洒，啊，这个故事记载在《影城回忆录》。我们读了之后，要有感动啊，要真正发心去效法。这是真正成就，这不是假的啊！除此之外全是假的。为什么？继续搞六道轮回。第二呢，三乘所证道，无为自然，心不造作，故一名自然啊，虽乎二意，正在初矣。虽然有两个意思，这正的呢，应该是第一个。啊，第一个是念佛称名，是名善本；弥陀本愿，是名他离大道。这自然啊，一朝之辱，这自然。啊，我们不是做不到，做得到啊！我们的语言太殊胜了啊，到哪里去找？遇到这么两位大德，夏莲居老居士替我们回经啊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替我们集注。啊，一共收集193种的著述，来解释这部经文。这个是稀有难逢啊！天亲菩萨的学习报告是往生论，啊，我们的学习报告是大经界演义，啊，是大经科注演义。演绎就是学习分享报告，我们再看，接着看底下，净严肃以为善求生，解释立为善这三个字，以自然往生呢为念自然，其言简要啊。净严肃这两句话说得好啊，简单扼要，
啊，这个意思，以行善功德回向净土，每一天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你在家庭里头，你这就观想摇身一变，我变成了菩萨，家里面这些老老小小的都是我的对象，度众生的对象，我在要度他们啊，那我照顾他们，我服务他们啊，我给他们做榜样。啊，这是你眼前度众生的对象，第一个对象。啊，那么今天所遇到的人，似乎也都是我度众生的对象。啊，是我行菩萨道的对象。这什么？何学何用？我们把无量寿经呢，统统用在生活上啊！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当中，点点滴滴都在行无量寿经上讲的菩萨道啊！啊，特别是这段经文啊，从23到27，行经。啊，教理行国啊，经有四种啊，教是教科书、经典，理是里面所讲的理论，啊，行就是我们把它做出来，把这个道理落实在四项上，啊，后面有果，啊，果报呢就是自然，自然往生。自然见佛，自然成佛。你得多殊胜啊。啊，经言书里头的意思，念老说了，其一，以行善功德回向净土，力求往生，这个叫离为善。说得好啊！下面说自然往生，为念道之自然。啊，我们举的这些例子，我举的这四个人，啊，不必多了，四个够了。两个出家的，两个在家的。啊，真的是自然往生啊。念老师他说的太简单了，会所甚至啊，会所里的讲的详细，直指称名念佛为善之根本，是乃正心。啊，称名，称阿弥陀佛名号。啊，这是善的根本，这是净宗的正心。啊，行道啊，啊，就是修行呢。这个净宗的正心呢，就是念佛。
啊，心上要有福。二六十中不间断。啊，念念为求生解脱，什么也不求，光心众善，回向得生，也是为善。这个为善是作行，正足双修啊。啊，是正足并举，主次分明。这慧疏说得好啊，慧疏之长啊，他的长处啊，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。至于道之自然，在慧疏更深啊，疏。举两个意思，第一个以他力直超为自然啊，阿弥陀佛为得神力的加持让我们往生的修自在啊，我们细心去观想，看这个现象。锅炉匠往生站三天，那是为什么？那是为度化众生，让许许多多念佛人看到了，升起信心。得到最大的鼓励，念佛往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相信的，站到那三天那里不动的时候，是弥陀威力威神加持。啊，这个出家人，台南将军乡的这位老太太在家居士啊，走的时候是站着走的，啊，他给多少人增长了信心啊，两个坐着走的，一个出家的修武士，一个在家的姓什么我忘记了，一位居士啊，在旧金山，美国旧金山走的，可以说都是啊，自然走的啊，念道之自然啊。啊，有病叫人来作孽，是不是真的往生？让人都怀疑。啊，这四个人走，让人是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啊，他能做得到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。做不到的原因是，做不到的原因，你的情执没放下。啊，虽然天天念佛，心里头还不干不净。啊，一定要记住，经上常说，心净则佛土净。我们念佛没有别的。把烦恼、业障、习气
通通念掉，到只剩下这句佛号，往生就有把握了。想什么时候去，他真去得了啊。时间长短没有关系，宋朝迎寇法师只念了三天三夜，一样成就啊！迎寇法师的往生也是自然的 啊，没有生病啊，佛把他接走了。再看底下的意思。二，以无为无作为自然。而以初意为主，此说极好。盖敬宗之妙，正如要解所云。从四尺到立尺。这一句话是欧耶大师说。我们开始念佛是四尺，念这句阿弥陀佛，这是四相啊。念久了，自自然然就到离尺。离是什么？开悟了。什么时候开悟呢？四尺，迟到，不分别，不执着了。就达到理智了。理智是理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十宝庄严土，这理智啊，但当老实念去，这无为无作等等呢，自然在其中也。这个老实重要啊！什么叫老实？你念这句佛号，没有妄想。没有邪思，没有杂念，就叫老实。佛号里头还夹杂的不老实。念佛的时候什么都不想，只想专想阿弥陀佛。所以说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。这叫老实念佛了。老实念佛所实现的是无作无为。自然在其中也。以上二素。上面这个两种住宿。都是专究为一，康僧开的本子，五种原一本里头，康一的最好。过去人学无量寿经都用他的本子。中国。慧远、吉藏，他们著《无量寿经》的译疏，名字相同，
都叫无量寿经一疏，啊，也都是采取为一本。啊，日本学无量寿经的人多，注解有20多种，全部都用的是为一。啊，为一念道之自然呢、啊？以前的文句读经为一，啊，念道之自然，前面是何不立为善，但汉无良医呢，于此下还有大段的经文，广述彼土菩萨功德与刹土之自然最深。啊，本经采入了，汇成这一篇，这文在以下，下面有8个自然，是念道之自然，下面有8个自然。这8个自然呢，康僧开的本子就没有，就是位移的本子没有。啊，位移的本子里面是何不立为善，上面下面念道之自然。啊，下去就没有了。那么现在这个经会如把其他的本子里头所说的汇进来了，啊，念道之自然下面8件自然，看到8个自然，自然严整，自然无为，自然保守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只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忏悔，自然所清水，说了这么多啊，可见自然二字实具要义，这2个字的意思很深啊，很广啊。啊，此自然二字为外道所谓之无因之自然啊，印度啊，古印度啊，那些宗教里面讲自然啊，讲这个宇宙啊是怎么形成的啊，在印度古印度有2派，一派认为是自然的，自然就是它没有因，没有原因，这叫自然。啊，另外主张一派主张是因缘生的，啊，所以因缘跟自然是相对的，啊，这2种说法，啊，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也是因缘生的。但是量子力学家发现，意念的现象发生也认为是自然的，为什么？没有找不到原因啊，突然出现了，一出现呢立刻就消失了啊，但是消失之后它又出现了啊，这个就是波动频率的现象，什么原因不知道啊，所以说自然啊。那么佛法讲的是
非因缘非自然，这意思就更难懂了。不是因缘，也不是自然。啊，佛说一念不觉，宇宙的缘起是一念不觉。一念不觉不属于因缘，也不属于自然。啊，自然是没有因的，还是有因。啊，可是这一念不觉怎么生的？一念不觉了，起了个无明了，叫无实无明。真出现境界，但是这个境界称为无实无明。无实是什么？没有开始。没有开始，也就没有消灭，就不生不灭。不生不灭就不是真的，是假的幻象。你要说它是自然，是因缘，它真有其事，它是真相。所以佛法说万法皆空，你要真正想见性，想明心见性，那你真正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，就是一切法里头非因缘非自然啊，这个道理在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很透彻。啊，这是佛大乘佛法里跟一般讲法不一样啊。他真见性了。执着因缘生自然生都没有找到这样的真相。啊，在大乘教里头，那是第二义，不是第一义。啊，第一义里头，自然跟因缘都不可得，这是第一义。啊，清净心中一法不离，你有自然是一法，有因缘也是一法，你立了一法。就妥了，一法不离，也一法不舍。为什么一法不舍呢？法都是假的，你何必去舍呢？没有这个必要吗？这个要反复去念啊，不必去想。古人讲嘛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啊，越想就越错，不想就豁然大悟，啊，不定什么缘一接触碰到了就开悟了，这个开悟就是明心见性。啊，佛法用的方法之妙啊，也是不可思议，啊，真管用。真正帮助你开悟啊，
尽心成佛啊，尽心在华严里面说的化身大师啊，化身大师是天台大师所说六界佛里面的分真即佛，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佛啊，分真即佛。啊，六界佛，天台说佛有六种。第一种是理即佛，从理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从理上讲，啊，理是自性，每个人都是自性现的，自性是佛。啊，第二种呢，名字即佛，名字有名无实，啊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学佛，名字即佛了。啊，真有修行的，真干的。那叫观行即佛啊，他真修真干啊，修行有功夫，功夫没达到标准啊，这个观行即佛我们常讲啊，深的有前身，深的功夫成片啊，真能往生啊！啊，功夫更深的，修得很不错的，没有得定啊，但是心的很清净。叫相似即佛啊，相似很像啊，相似即佛是我们净宗里面讲的是一心不乱啊，观行是功夫成片，相似是四心不乱，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啊。再往上升呢，理一心不乱，就是分真即佛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啊。分真即佛在原教从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。41位化身大师都是分真即佛，没圆满啊，再上去就圆满了，究竟即佛啊，究竟即佛是一个位次，妙觉如来，究竟即佛住常寂光，不住十宝图啊，十宝图是41位化身大师啊，是分真佛住的啊，相似佛住的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啊，所以相似即佛往生生方便有余土啊，功夫成片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
啊，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，没有三恶道，也没有修罗罗刹，都没有，这人天两道。这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啥，跟外道讲的不一样，外道是无因的自然。那么佛法讲的法而如是，名为自然。这个法而如是意思很深，法是诸法，而是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，什么都不能加，加上去就错误啊，法本来就是这样的，这叫自然啊，它不是原因，不是没有原因，也不是有原因，原因没有原因都加不上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，这叫法而如是。名为自然，那么自就是自信啊。然是什么意思呢？楞严经里面讲的清净本源，可见自然实实在在含着有自信本然的意思在里头啊。自信之本然就是真，就是实相，如是念道之自然呢，就持名念佛，一即实相念佛啊，持名念佛跟念实相是一不是二。啊，《弥陀要解》里的说，实相无二啊，亦无不二。啊，这些话《大乘经》上常有，注解里的引用就更多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。这些意思要细心去体会。实相无二，无二就是一，一体真体，一体变法界虚空界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啊，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万法是从自信生的，从自信变的啊。我们一般人大概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，做梦的时候，梦中境界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有人说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有这个现象，不是没有。但是有的时候我日上白天没有想呢，晚上也有现象啊。所以说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啊，不能说它错，也不能说它全对。
啊，那么也有人说，梦是潜意识起作用，在睡眠的时候我们不能控制，潜意识出现了。啊，潜意识是什么呢？佛法里面讲，阿赖耶里含藏着一息种子。我们在睡眠的时候不能控制，它就起作用了。这也是一说。啊，这个说法也不错。意识在梦境当中决定离不开阿赖耶识。啊，那我们想想，我们现在这种实际状况就等于做梦一样。非常相似。啊，所以佛在经上常用比喻，梦幻泡影。佛讲了四个比喻，实际上是讲一个，就讲做梦。其他的三个是陪衬的话。啊，都不是实在的。啊，了解梦的事实真相，我们对梦中境界还会执着吗？了解之后，空的、假的，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无。啊，那我们现实的生活跟做梦有什么两样呢？啊，昨天事情过去了，能找得回来，找不回来了，永远找不回来了。明天，明天还没到。聪明人，佛菩萨教给我们，活在当下。啊，最重要的就是当下这一念。这一念也不是真的，为什么呢？这一念已经过去了。弥勒菩萨给我们讲的好啊，事实真相啊，一秒钟里头有多少个念头生灭？弥勒菩萨说，1600兆，一秒钟里头。1600兆个生命，念头生命，每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五蕴。一个念头里头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啊，观世音菩萨的智慧。照见五蕴皆空，我们今天明白了。啊，见到什么？见到1600兆分之一秒的那个现象，观音菩萨见到。见到它是假象，它不是真相。念念相续，相续也不是真的，因为每一个相，就是每一个五蕴之相，完全是相同的，这才叫相续，它不相同，每一个念头都不相同，啊，决定找不到两个念头是相同。
所以这种现象只能叫它相似相续相，不是真的相续相。观世音菩萨说它是空的，无蕴皆空啊。般若经上说的这个无蕴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啊，念念不可得，这些念头纠缠在一起，让我们五根能够接触到这些思想，它实际上也是不可得，也是空无所有啊！这就是实相无二，实相无不二，无二是体，无不二是它现象起作用。体相用都不可得，啊，所以要把实相搞清楚，不能说它有相，也不能说它无相。你说它有相，相不可得；你说它无相，它能生现象。能生无蕴，啊，这一桩事情呢，那就是法而入世，这四个字用的妙啊！啊，一切法本来是这样的，在一切法里头找不到生灭。啊，找不到它什么存在不存在，都找不到。是故具体作一作证。啊，体就是摄像的离体。摄像的离体就是真如自性。啊，慧能大师清楚。啊，作义作证，作法作报，作自作他，这些词都是能大师幕后的一句所说的，能生万法。啊，义是义报，正是正报，正报是自己，自己之外都是义报。啊，依什么？我们依靠他生存，依靠他生活。啊，医报里头有人事的医报，有物质环境的医报，有自然环境的医报。啊，正报就是自身。做法做报，这是从佛说的。法是法身，报是报身。啊，他能做法身，能做报身，能做应身，能做化身。啊，做自做他，自心能做自己，能做万物，一个自心。同一个自性啊，这是说明啊，整个宇宙的关系生佛也如自他不二啊，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啊，佛是自性生的，
众生也是自性生的，一个自性，同一个自性。自性能生能现，万物这里讲的依报正报啊，法身报身自身他身，他身里的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虚空法界，都包括在他这个字里头，跟我们自身一体，一体多么亲切，不是一家了，一家人不是一个身体，一体多亲切。啊，既然知道这个一体了，一体的核心是什么？啊，一体的心，中心点，就是个爱字。啊，佛经上讲的慈悲。啊，佛为什么不说爱？怕人家误会，爱里头有情执。慈悲是爱，慈悲里头是智慧，没有情执。换句话说，智慧的爱，理智的爱，就叫慈悲。那有情执的慈悲，那就叫爱。爱跟慈悲差别在此地。那所以，慈悲是真爱。世间人那个爱是假爱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慈悲这个爱是永恒不变，世间这个爱靠不住的，它会产生变化，所以不是真的，用之妄心。啊，慈悲是用真心，真心是永恒不变的。啊，那么这个三句是讲的整个宇宙一切万法用一真法报自他，六个字包括尽了。啊，下面说乃至能说所说，这是讲经说法。啊，能说的是佛菩萨，所说的是经教，是法门。能度的是佛菩萨，所度的是众生。啊，能信的是我们这些人，所信的我们相信佛，相信菩萨，相信经教。啊，能愿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发愿求生净土，所愿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能持的是我们人，所持的是这一句佛号。啊，能生是我们这些人去往生的，所生的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再说能赞。能赞是十方诸佛一切众生所赞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无非实相正因之所应也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全是实相啊！换一句话说，全是自性。实相就是自性啊，全是真如啊，全是真心啊，这不是妄心啊，真心啊。啊，是故会所，
以无为无作为道之自然。这个说得好啊。啊，有为有作就不自然了。在这个意思上来看呢，跟中国道家所讲的无为很接近。用佛经来解释老子《道德经》，把《道德经》提升了。啊，《道德经》没有这么高的境界。啊，佛经能帮他提升。啊，老子讲无为，老子讲自然。啊，佛法比他高的，法而入世，这一句话的境界太高了。是故会俗以无为无作为道之自然，复以呢他离法门。一朝直如为自然，并直为道中之正直啊。这个说法说得好，于要节之设此意而知道。啊，说法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到的，性缘持名啊，用欧益大师的总结，一性缘持名，他离大道，即得往生极乐。持名即是念摄相，一朝执着。妙庄严录，如是之道，法而自然。这个意思非常好啊！好，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。